我们现在上课了。上一节我们讲了意向思维的定义，我们接着往下讲，讲意向思维的特征。意向思维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叫直觉性，或者称直观性。怎样理解意向思维的直觉性呢？它具体表现为思维过程形象性，它通过直观来观察，来观物取象，在大脑里面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形象，收集了非常多的形象的信息。多样性是指说是通过意向思维所形成的意象，是各种各样的意象，形成一系列的意象。二，整体性，这个过程，意向思维是在整体的基础上，从整体上来把握，全面的收集信息，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意象，构成进一步进行思维的基本单元。这在中医学里面，我们在中医学里面表现的是非常突出的。我们上一节举这个收集四诊资料，望闻问切，应用就意向思维的直觉性，靠医生的感官直观观察，要全面的系统的来收集临床病人的在试通过试诊所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疾病现象，这个疾病的象留在医生的头脑中之后，和中医理论结合，运用思维过程，形成了一系列的意象信息。但是它的整体上全面的来把握了四诊合参这个概念，最集中的体现了意象思维的直觉性之一。二，就非逻辑性，直觉思维并不完全遵守形象这个形式逻辑上严密的推理过程，它不是从概念到判断到推理一步不差的，一步也不省略的这样进行思维的，表现为逻辑思维过程的跳跃性，它可以中间省略某一个逻辑推理过程而直接得出结论，这是一点。它的非逻辑性还表现为快速性，就是说人们在通过直观的观察建立起了意象以后，运用联想类比这种思维形式，很快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做出判断。这在我们中医在临床过程中建立辩证论治的时候体现是非常鲜明的，有特别是表现的有经验的医生，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他观察了病人，通过视诊检查病人的各种疾病现象之后形成意象以后，他并不是在思考过程中按照概念判断推理最后严格的遵守逻辑推理的规则得出结论，而是在头脑迅速做出判断。大家看病的时候，那么望闻问切收集资料，医生很迅速短暂时间就判定疾病在什么地方，合脏合腑有病，是阴阳气血虚到什么程度，迅速在短暂时间判出来，这表现为非逻辑思维的快速性。它不仅在思维过程不是严格的遵守那个推理过程，越过某一个阶段，而且能够在时间很短暂的迅速的做出判断，这是直觉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上述两者，直觉性、非逻辑性思维，在中医的辩证论治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它第三个特征叫豁然性，豁然性是指直觉思维，就是意向思维所得出的判断，还有一部分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
主义还有一部分，有其中有一部分，可真，也可假，还需要通过实践进一步来检验，把这个称作后延性。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不确定性。那么，按照意向思维的要求，得出结论之后，常应结论的后延性，因此还要进一步去进行检验。这部分结论具有推测的倾向。说辩证论治，我们通过四诊合参以后，确定一些辩证，这个思维过程体现了直觉性和非逻辑性。那么结论呢？说肺肾阴虚，当建立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得出判断的时候，在头脑中反映出来，其中有一部分可真可假，也可是真正是肺肾阴虚，也可以不一定就是肺肾阴虚，有一部分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不能一次认识就得出，就做好最后的确定，所以要经过治疗论治来进行检验。通过论治反馈回来的信息，来进一步修正肺肾阴虚那个结论，剔除去或假那部分，剩下来全真。这就是直觉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那么反映出了意向思维三个特征。大家注意，现在思维科学里面把形象思维、意向思维、直觉思维三个词，这个术语。把它作为同义词来处理，但是比较规范的，目前现在思维科学、形象思维和意向思维最常用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是同义词。那么，按照西方的思维科学，从这个思路来的研究中国的思维科学呢，就叫做形象思维。那么，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个来研究中国的思维科学说呢，那就叫形意向思维。所以我们这里取意向思维来表述形象思维这个概念。第二个问题，我们讲讲意向思维的主要形式。一，观物取向。在上一节我们也曾提到了，要直觉性要有形象性，叫意向。所以第一是观物，观物。目的是取其象，在我们中医临床思维过程中，观物取象，观病人的病理表现、症状和体征，取其四诊之象。我们在看蛇，说蛇子淡白，边有齿痕。当你描写出这个形象的时候，在你脑子里迅速的把这个象和中医理论结合起来。和那个由心而发那个思结合起来，那个神结合起来，最后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判断，就构成一个意象的单元，这叫取四诊之象。第二，取辩证之象，对病人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临床之象、四诊之象，要经过分析得出判断。确定其为何症，那么这个时候，在我们头脑里反映出来，这个肺肾阴虚症就有一个立体的形象在头脑当中，把这个叫做辨证之象。无论是通过视诊取其象，然后经过辨证以后，反复的思维的过程，最后最终得出一个象，这个象就叫做意象。这个意象里面既含有直观的形象，还是和主观的心神结合起来，运用思维的规律得出这个信息单元，称作意象。正因为中医学是这样一种思维，所以强调养成善于观察事物，而且是要科学的观察事物。这样一个良好的品格，这就是中医学在临床撰写临床病志，为什么把临床现象写得那么详细，道理所在。这也是为什么
学习中学非常强调临床实践的根本道理。中国人的思维一个特点，以实践为起点，非常强调实践作用，直观实践作用。咱们中国人叫知行合一呀、啊，强调行而后知。我们从思维科学来看来说，从意向思维这个特的形式，我们将观物取向来进一步来具体的说明中医学的科学思维。在这里面，学习中医不亲临实践，仅靠背书本，违背了中医的思维特征，学不好中医的。二，具象归类。所谓具象归类，是指中医学在观察事物、观察生命、健康、疾病的时候，首先取其象，形成意象，然后按中医学的分类方法，根据这个以象为划分的依据，或者用阴阳分类，或者性五行分类进行分别归类。用阴阳归类，具水火之象；用五行归类，应用五行的属性进行归类。在归类的基础上，进一步类比。类比，从和自然类比，和人体类比，看看这个意象应该归到和谁相关。我们前面提到一个面清、味酸、脉弦这样一个意象，根据五行的属性进行归类，它们属于同一型。同一型，我们就这个类比了，它和谁相类呢？这个木曰曲直，肝的功能和木相类，所以我们就得出了结论，通过类比结果得出外推得出结论，那个面清、味酸、脉弦定位病在肝，这个过程就是外推了。在咱们中医学最常用的方法就五行类比，也进一步外推推演得出的结论，这个过程叫做具象归类。阴阳归类也好，五行归类也好，将来同学们在学习六经、学习卫青血辩证，就是学习伤寒、学习温病的时候，那么这种辩证的方法，换句话说，对症候的归类方法，应然是以象具象归类。在这里，只要就同学们掌握，我们根据意象进行归类，我们前面曾经讲过阴阳分类法和五行分类法，掌握这两种方法。第三叫具象定脏，这是中医脏象学的方法论，这一点请同学们要特别注意。至于说脏象它的全部内容，我们将在下一章脏象学说里进一步讲述，这里面只是从思维来说，我们讲中医的脏象学，这个从思维方法的它怎样建立起脏象学这个脏象学这个理论的，我们给定义为叫具象定脏。脏象，脏简单了解就指人体内部的脏器，称为脏。象是人的在生命过程表现出来各种各样的生命现象。那么中医学建立脏象学说的理论，根据什么来定某个脏呢？它是怎么脏呢？采用的方法、思维过程，总的来说，总体上叫做内外相系。具体说来，叫思外揣内，就是观察外部的征象，推及里面的变化。二，思内揣外。中医学脏象学说有其形态学基础，从内经开始就讲到可以剖耳试纸，我们前面讲过的王清印，他著名的著作代表作叫《医林改错》，他纠正了内经
所记述的某些解剖学之谬误，那都是通过直接看人体的内部脏器的变化，然后推及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审美现象。那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叫做内外详细。我们在临床过程中也是从外至内，然后从内至外，内外相信，来最后进行视诊合参，辨证论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合而察之，最终是以人体内部脏器所表现于外的生命现象，以这个象经过抽象思维以后得出了意象，由意象再经过联想类比推理，确定脏，叫做以象定脏。因此，中医学的脏象学里面考察五脏、心、肝、脾、肺、肾的时候，是根据内外相系、合而察之的方法，是据心、肝、脾、肺、肾五脏所表现于外的各种生命现象，根据象来确定哪个脏，而不是按照解剖学这个思维方式，根据形态结构，某一个结构它有什么功能，来确定它是合脏合腑的。那么后者就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西方医学，从古代的西方医学，古希腊医学，特别是这个意大利16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以解剖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西方医学，以致发展到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医学，他们仍然是研究人体的内脏，仍然是以解剖为基础，以还原分析为基础，以形态学为基础，以然后推及某一个形态和某一个功能线性的相对应。而中医学的脏象学，换句话说，就是中医学的形态结构学理论，它的思维过程，这个学说建立过程是具象来定脏。首先承认五脏都有形态学基础，但是在建立这个学说的时候，把思维的重点放在这个人体的脏腑所表现于外的各种生命现象，是根据生命现象来决定脏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医学的某一个脏，它所反映出的生命现象，它反映出的生理功能，不能够用解剖学的同名脏器完全解释的道理。有人说，中医的脏、脏象、脏腑的概念是一个功能模型，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认识，可以这样认识。如果仅仅强调它就是个功能模型，那就舍去了生物学基础，这也是不合理的。我们前面讲气的时候，反复强调，气是物质和功能的辩证统一。首先承认气是物质，同时更重要强调是从运动状态来把握气这个概念，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脏象学里面，具体建立脏象学理论，那么我们强调的，中医学强调具象来定脏，那是从功能状态来把握人体内脏。这个思想和我们前面讲气，就是中医学对世界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讲气、讲阴阳五行，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请同学们要进一步的深刻理解。只有把具象定脏这个概念，掌握了中医意象思维这个具体形式，才能够真正学好脏象学基本原理。通具象定脏这个建立脏象学这个方法论，也告诉我们，学习中医的脏象学说，绝不能用解剖学的思维方式来学习，更不能用解剖学的方法
现代生理学的就思维方式来和中医学的脏象，某一个脏、某一个腑的生理功能简单的进行比较，这两种不同的思维路线，建立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我们学习中医就必须按照中医的思维路线进行学习，否则就无法学习中医。所以希望同学们在中医建立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这方面下一番苦功夫。中医学不仅仅是意象思维，而且呢它也要进行抽象思维。所以第三个我们讲抽象思维，第一讲抽象思维的含义。抽象思维与形象意象思维对称，抽象思维又称逻辑思维。那么什么叫抽象思维呢？抽象思维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反映现实的过程，以反映出事物的特征本质而形成概念为其特征的思维形式。这个定义把它分解开来，有以下几个要素：一，它思维的工具借助概念和判断推理；二，借助概念判断推理来反映现实中，必须揭示出事物的特征本质，最终形成一个概念。逻辑思维的工具，总体来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但作为逻辑思维，它的推理过程，它主要使用的工具就是语言符号，就是概念判断推理。它最终的目的，经过抽象以后，必须形成概念。判断是不是抽象思维，就看它最终思维的结果。我们前面讲意象思维，最终的思维结果一定要找出意象，然后通过意象经过联想类比揭示事物的本质。那始终过全过程是个意象，而逻辑思维在直观思维的基础上，思维过程中抽象得出怎样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呢？最后形成概念，以能否形成概念作为判断是不是达到抽象思维了。就这个意义说，那么有了概念以后，那么形成判断，最后进行推理，得出结论，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所以它的思维成果是概念，以那个为特征。它在形成概念基础上，要通过判断和推理反映事物的本质，它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叫抽象思维。第二点讲抽象思维的特征。一，通过定义我们就可以得出那么抽象思维的特点。一，它具有概念性，也就是说抽象思维是在感性思维，是在形象思维基础上充分地占有客观资料，经过分析以后形成概念。这个过程就是从具体到抽象，最后形成概念，所以它表现出了概念性的特征，抽象思维的结果形成概念。二，具有抽象性，它与这个抽象性是与意象思维相比较而言，意象思维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意象信息单元，在头脑里建成一个完整的形象，和心神结合起来体现出来客观的形象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而抽象思维和意象思维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抽象性，它依据感性材料和经验事实，运用比较分类，注意这里没用归类那个词，分类，大家注意分类，从逻辑学上来说，那分类它是按照某门学科科学的进行分类的，大家都知道植物学的分类按照种属关系分类，一次分到底。而归类类似划分又和划分不完全一样，划分是初步的分类，那么划分每次划分条件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每次划分也可以不一样，形成不同的结果。而分类一次分到底，有严格的逻辑程序，而归类和划分就不一定
具有严格的逻辑程序。那么，经过比较、分类、分析、综合，大家注意上述这几个术语，就是传统逻辑，也就是说是通常所说那个形式逻辑，在抽象思维过程中最基本的术语思维过程，最终得出结果，由具体到抽象形成概念。揭示出某个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当，最后高度的概括，用语言符号表达出来，形成一个概念。这个就是表现为抽象思维的抽象性。三，它有逻辑性，意象思维叫非逻辑性，而抽象思维呢，要严格的遵守逻辑规律。那么有形式逻辑的规律，有辩证逻辑的规律，有符号逻辑的规律，现在还有模糊逻辑的规律，它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律。它不允许有像意象思维那样有跳跃性。我们举上面这句这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中医学抽象思维啊，因为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是逻辑学界一门争论的问题。有的人说中国人没逻辑，有的人说中国有逻辑。那持中国有丰富的逻辑学遗产这种观点的人，比如墨经，这是中国最经典的逻辑学作者，墨子的"白马非马，黑马白马"。著名的，一直到今天，逻辑学家还就进行研究。那么持说中国没有逻辑观点的人，是指中国没有像西方以亚里士多德工具论所建立起来那个形式逻辑。那么是不是中国人就没有形式逻辑呢？持中国有逻辑这样学术观点的人，认为这个中国人是有既有形式逻辑，还有辩证逻辑。在中医学里面，《内经》就可以反映出来，典型的形式逻辑就在形式逻辑有个著名的规律叫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同学们学习啊，学习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首先从传统逻辑学习，首先建立起形式逻辑，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来学习辩证逻辑，来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咱们前面讲个，见干之病，知干穿脾，这个当先吃脾这一判断，我们看这个判断，把它分解开，就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说目太过必至徒不及，就是说目望必秤砣。这叫大前提。那么，肝属木，脾属土，这是条件，那不能，这是按照五行归类来确定的。用逻辑说呢，这小前提。肝属木，脾属土，那么因此，这是按三段论的结论，必然得出个结论。什么结论呢？肝气太过，必助脾气虚。这就是典型的中医学的三段论，符合形式逻辑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这是按照三段论的格是第一格，我按照这个形式把这句话分解开，用这个例子来旨在说明中医学虽然重在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有跳跃性，并不完全遵守逻辑规律。但是呢，它也不乏抽象思维，因此它也在坚持遵守逻辑规律。那就是说，遵守与不遵守，坚持与不坚持，把它统一起来，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大家学习中医学，通过念这本书，在字里行间体会出中医学的思维特点。怎样运用意象思维？怎样进行抽象思维？
不是说中医理论没有逻辑性。开头我就讲，中医学是按照气、阴、阳、五行的逻辑结构，建立起中医学的逻辑体系。他的思维方式既注重意象思维，这是其长，同时也并不排除抽象思维。第四个特征叫语言符号性，语言是思维的工具。那么抽象出结果、概念和判断推理，必须通过语言符号把它表达出来，这也是抽象思维特征。比如刚才我讲的是符号逻辑，那么就是用符号来表述，比数理逻辑，那全都是数理方法来表述逻辑关系，它不像形式逻辑，全是靠用文字来表述。那么这些都叫语言符号，文字是符号，图形是符号。抽象思维最终的结果形成概念，可以用图形来表达，也可以从文字来表达，把这个称之为语言符号性。我们看中医学这些基本概念，气，这是一个概念，经过意象思维、抽象思维则得出来的。最初人们认识气的时候，仅仅看到呼吸之气、云气，长期的积累，从生活当中所观察到的具体的气，逐渐逐渐超出它们共同的本质，认识到它们是一种物质，而且它们还不在运动。再进一步深化，认识不断加深，最终才高度的概括抽象出来。气在哲学上是构成世界的本源，是极其细微的一种物质，运动是它的属性，才把气这个概念建立起来。进一步应用到人体，用它来说明生命现象，认为气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这个概念的内涵的揭示，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最终以一个字，以气这个符号来标示上述所这些事物的规律和本质特征，最终就一个符号表现出就是一个气。以下以此类推，比如气血、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六淫、七情、阴阳失调、政治、反制等等，这些是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它是用汉字这个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每个概念都是中医学的科学术语，论述本门学科的理论的概念，称之为科学术语。它揭示了事物的规律，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它是经过抽象思维所反映得出来的，最终的成果以语言符号的形式表达出来。三、抽象思维的主要形式，在中医学里面，也是中国的传统思维的主要形式。一叫整体思维，整体思维有许多形式。第一叫联系思维，这种整体思维就善于把对象置于多元结构的互相联系中来考察。我们在讲五行生克制化，讲五行互长，讲五行属性归类，就是表现出典型的联系思维，把生命的任何一个现象放在五行网络结构之中来考察。二叫综合思维，强调和谐适度，无过无不及。大家注意，什么叫做平？无过无不及谓之平。它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那个自综合这个思想基本精神。在考察对象的时候，最终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要处理适度，无过无不及。第三叫综合思维，
咱们《内经》叫参合而行啊，也就是说，它从总体把握，然后层层推进。比如中医学常用的辩证思维方法，第一要用八纲，在八纲的基础上，还要用多种方法。按照六经来定何经有病，按卫星营学定是胃还是气还是营学有病，按照脏腑定合脏合腑有病，就层层推进，综合思维。那么这三者就是中医学经常用的整体思维方式，在整体思维这个概念下，具体的思维过程，那么采用联系思维、综合思维、综合思维和综合思维这三种不同的形式进行思考。中医学就采用这样的思维形式来认识世界，来认识生命。第二叫辩证思维。我们前面讲过，辩证是指用矛盾整体联系运动这样一种观点去考察思维事物。那么辩证思维具体表现形式在中医学里面，一叫对立思维。我们讲阴阳者一分为二元，那么一阴和事物都可以用阴阳一分为二，那么非此即彼。大家注意，中医学的一分为二不仅仅是非此即彼啊，如果是仅仅强调非此一分为二，仅仅强调一此非此即彼，就和西方哲学那个矛盾对立完全一致。非此即彼，就把这两者之间截然分开。而中医学呢，又强调在非此即彼的基础上，又强调一词一彼。我们讲阴阳就可以，阴阳讲阴阳互根，讲阴阳转化，都体现了既可以是非此非彼，也可以是一词一彼，把这两八个字统一起来，才叫做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地来思考问题。具体的表现形式才出现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它体现了中医学的辩证思维，也就是中国人的对立思维特征，常印非此即彼，一词一彼。如果只常印词非此即彼，就不叫辩证思维。这个对立思维体现出来辩证的观点。二叫一思维，它是中国传统思维这个重要思维形式，而中医学把它引入来，《内经》有句话叫“物识其意，各得其所益”啊。将来，后面我们在讲中医治疗原理的时候，讲个三阴之一，就阴湿、阴地、阴营之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思想，在整体思维的基础上，把握全局，又要注意因时间、地点、人的不同，各种条件的不同，考察对象它反出的规律和特征还有所差异。那么落实到中医在辩证论治过程中，中医学的辩证论治既从整体来考察人体在病因作用下邪正之间关系，表现出哪些病理现象，最后得出何一个症，同时要特别注意具体某一个个体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它本身的文化风俗、饮食结构、体质、心理的不同，在实时治疗的时候还有所区别，非常突出强调个体的差异性，用今天的话说叫个体化治疗。
那么中医学的优势之一，既辩证论治这个这四个字，既强调从整体考察生命，又强调每个生命个体它的差异性，把统一性和差异性综合起来考虑，把这个思维形式叫做一思维。总之，中医学的科学思维，它是以中国古代的系统的整体的思维方式为依据，仅仅是把这种科学思维方式来阐述医学的基本问题。那么这种思维方式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气阴阳五行所奠定的方法论，形成了中国人的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贯穿到中医里面来，形成了中医学的本门学科的思维方式。因此要想学习中医，就必须在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上下一番功夫，通过中医学的具体的概念、判断、理论、基本原理、基本知识来理解、认识中医学思维方式，真正掌握中医学的科学思维。好，这节课到这里。